第三位亚洲时尚偶像。第三位，大家猜一猜是谁呢？他是一位中国人，但是获得了相当高的国际地位，而且是一个游学海外回到中国，然后成为亚洲的明星的这样一位。他们是谁呢？他是谁呢？对了，吴亦凡。恭喜吴亦凡。发表获奖感言。那个非常感谢搜狐，然后搜狐时尚，感谢张总，非常感谢。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个奖项是属于每一个爱时尚的人的，包括每一位候选人都很棒。我觉得这个奖项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。那么对于我自己来说，我也会继续的去追求时尚，然后带给大家更不一样的潮流。那么还有就是要感谢我的团队，然后你们都很棒，然后感谢我的家人，最后感谢支持我的每一个你，谢谢。谢谢，期待你的新作品。好，谢谢吴凡，恭喜。谢谢颁奖嘉宾。谢谢。